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的一个印花布料。那么今天首先介绍一款 PVC 的一个涂塑布。 PVC 的一个涂塑布与我们的一个防水帆布的差异化，它解析为一个帆布。网上呢，我们一般卖帆布的换代是帆布家族化蜕变的一个必然阶段，帆布店就是其典型的一个代表。那么现在我们的一个帆布行业采购难、销售难、管理难等等问题，导致市场上出现一个低价的帆布。那么我们一个帆布的成本是多少呢？为什么会出现有低价的一个帆布？首先，帆布的成本，涂塑布系列是由一个纤维织物的化工填充涂料，经过它的一个浸、涂、刮、烘、冷等等生产工序制作而成。那么我们主帆布黄金比例涂塑的系列的一个帆布，它的一个标准材料成分呢，是由一个高强拉力涤纶编织而成的一个胚布，搭配高质的一个树脂粉、塑化粉一个稳定剂，最后做成的一个帆布印花。